今天是通常是越手来讲，都是找歌词。找歌词，找歌曲吧。找乐歌，唱歌是找歌词啊，然后那个乐手是找谱，吉他手跟 keyboard 是找歌弦，鼓手是找段落。好的。歌手找歌词，那陶喆找乐器啊。那这种找的吉他是那个陶喆那个前几张专辑的歌，对不对？好，超前一张专辑的歌。Thank you.
找自己啊，找自己啊，别拉了，掌声。